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宝利娱乐有声歌，好听的音乐分享你。我听从祖国的召唤，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，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，勇往直前，坚强的每当开学时，各大学校的新生军训是必不可少的。而在军训期间，隐藏在新生里的大神真的是让你刮目相看。他们有的增大武林，有的一唱惊人，有的学校军训时的超然瞬间简直就是军训界的天花板。浙江杭州师范大学一女生在军训休息时表演倒立旋转一字马，这个才艺太惊艳了，看到这一幕周围的同学都呆了，长得漂亮也就算了，才艺还这么出众，网友直呼这一刻校花进门。湖北武汉大学大一男生军训翘极乐镜头，真的是个灵活的小胖子，连他的肉肉都卡在点上，引得现场阵阵欢呼，台下女生直呼翘得好好啊。当然军训期间也少不了教官，军训结束前夕，教官为同学们表演醉拳，震撼现场，引得全场欢呼，网友称这才是中国队。军训期间也出现了好多军训天花板，都说少年强则国强。开学第一天，安徽202级高一新生军训汇演太给力了，看得我是热血沸腾，振奋人心。这个策划老师太厉害了，没有几个学校能做到。祖国的强大就靠你们这些新生力量了，网友，这大概就是青春的样子。而更厉害的是，近日贵州六盘水某中学组织学生进行军训汇演，现场硝烟四起，令人热血沸腾，学生们展示武器操作、擒敌拳、避暑操等科目，一招一式铿锵有力，值得全国推广，这才是军训该有的样子，网友羡慕的红眼病狂犯，网友直呼这才叫军训，而不是站在哪儿晒太阳。广西学生军训竟然火到国外，少年强则国强，这才是我们的少年，军训就是备战，这才是民族的未来和脊梁应该有的模样，这些硬核军训值得全国大力推广。